说第一集是在宜兰吗？对，第一集在宜兰，所以是在人虎的家吗？那个民宿？不是，我们刚好第一集选在宜兰路，对，那个时候是我们大概好多年哦。我们其实跑蛮，整个北海岸东北角那边就是范围蛮大的。第一集的时候，应该说是我们有大概差不多有五年的时候没有，五六年没有一起主持，超过了，对，然后后来又一起主持，又聚在一起三个人，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四年。对，我觉得那就像是第二个生命一样。对。没有想那么多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主持其实也是战战兢兢，因为那时候开始又大家喜欢看外景节目，然后三个又聚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没有想太多。可是后来三个人聚在一起之后，就发现哎，其实默契等等的都非常的没有那种很多年没有一起主持的感觉，然后就到现在，其实回想起来好快。对啊，快啊！我觉得我们比较，我们三个一直以来就很特别，大概就是因为从大家都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相处，然后一起成长，一起被修理，啊，一起变好，一起变不好，所以中间即便隔了那么多年，可是又再回来的时候就不会有觉得生疏的感觉。我们很奇怪，就是不管多久没见，然后只要一见面，就好像其实好像昨天才刚见一样。四年来有吵过架吗？没有算吵架，但是就工作上我们还是会讨论一些需要的事情。以前五五六六的时候比较会有一些可能工作上的分歧，可是我们三个在饥饿游戏大部分都是在讨论怎么让游戏更好看，或者我们怎么做角色的分配等等。对对对对，就节目上我们没有吵过架。真的有因为饿到就是走心那个火要上来吗？有啊，其实蛮长的，蛮多次啊。对啊，其实也不要讲我们很多的来宾来也是，就是第一关的时候还比如说自己队伍里面出现老鼠屎都还可以笑笑说啊没关系没关系，然后就是开玩笑的骂这样。然后等到第四关要录到晚上的时候，当有人做了很蠢的事情，或者是出现一颗老鼠屎的时候，那个真的就是用发自内心的骂他说你是猪吗？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有一集是因为我们都是前一晚就不能吃嘛，然后到录影当天，其实也有几位一定会有很倒霉的，就是什么都吃不到的。然后我们那一天我记得是录到晚上八点多之后，就叫我们先休息，因为还有一关。就我们已经八点多已经很晚了，还有一关，那为什么不录呢？因为要等有一个冰宫的场地，他要九点半才能开放给我们。九点半之后，他们要先进去塞道具，所以我们开始录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我们那天收工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多，你知道那个状况是，有很多来宾是连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已经没有体力。就你没进食，可是你又玩了一整天的游戏，所以那天结束我个人也是有点不开心的，因为我会觉得我马上就跟制作人讨论说，这个真的需要考量进去，因为我们毕竟是有在消耗体力。因为我说大概来宾来讲，我觉得晚上七点到八点，应该是每一个来宾跟我们的极限，就再来脑袋会空掉，就连我们讲话有时候都会到后面都会变大舌头。可是我那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报道，他有讲到人真的空腹八个小时以上之后，开始就会脾气变暴躁。对，所以我们发现有些来宾来上我们节目，到后面真的本性露出，都会开始有一些就是凶猛那一面。我们说，哎呦，尤其是女生，暴躁的是谁？就我有忘记是谁了。就是没有到就开始就是平常都是温温柔柔的，然后到后面就突然间会讲，快点。赶快！我说哇，怎么跟早上的？王宇杰，我记得落差蛮大的。王宇杰落差很大，对对对。夏雨桐哦，夏雨桐落差大不大？我跟他相处都很短的时间呐、啊。那谁相处？他还好哎，他都蛮温和的啊，没什么太大的特别反应。那体力不会跟四年前相比，现在有比较好还是很小？我觉得对我们三个来说的话，我觉得体力部分我们一直都还 OK， 对，包括像现在演唱会啦，或者现在外景啊，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以体力著称的，对，所以体力上还都还蛮好的。谁的体力最差？差，应该都没有差的吧？
我们三个都差不多，对，是没有倒差。我觉得以我们，以我们三个来讲，我们体力是，以我们这个年纪，我真的觉得你说要比体力耐力或什么，我们自认为我们状况是一直都还蛮好的。我们只真的说硬要讲我们比较差的一点的话，就是有人记性比较差了，对，记性差，但记性差也不是体力不差，但记性差。对，如果硬要讲的话，是，对，记性真的有些真的蛮差的。那梦哲也因为四年就是从单身变成人类，对啊，换了一个社会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玩游戏的时候考虑会更多了，对，因为我觉得现在。以前玩游戏就是没关系，反正什么东西我就是冲。但是现在冲的时候会先想到第一个想要是安全，对，然后会想说，虽然我们节目一直以来也不会说真的玩到那种玩命的那种游戏，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会想说要顾虑到自己的安全，然后比如说你不想要受伤，因为你还有其他，要么也是其他的工作，那要么也是说我不想要，家里在顾宝宝已经很忙了，那如果自己受伤又变成是一个负担。那我就会考虑到这一块。所以老婆会特别交代，就是露营啊，小心啊，什么的。会啊会啊，每次出门露营，他都会特别交代说要小心，不要受伤这样。就梦哲跟仁甫现在是幸福的样子，会不会吹另外吹写这个快幸福？有啊，我们一直在说服他，然后我们也一直在让他感染到这股，然后他也已经其实已经感染到了。对，所以有计划表吗？他也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他一直有，其实一直都有这个想法，就顺其自然喽，该走到哪就走到哪。对啊，就我觉得人的缘分本来就是很微妙，对啊，我自己也经历过了一些事，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很多东西你想太多了或干嘛，然后也都没有意义，所以跟着时间走，然后。该到那个时间点会发生什么事？比如说梦哲也是突然之间，哎呦，有小孩了这样。那我觉得就是老天爷该这个阶段该让你得到什么、拥有什么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那拥有了之后，就是我们大家要很努力、很珍惜的去把所有的事情做好这样。梦哲，你最近当新手奶爸，你有跟人请教怎么当一个好爸？当一个好爸爸，我目前，因为目前小朋友阶段还很小，他现在三个多月，我觉得以现在这个阶段，好爸爸就是让他不要让他哭太久，对，让他睡饱吃饱，我觉得对他来就是一个好爸爸。那接下来会面临到的就是有关教育的问题啊，那教育的问题就是跟身边很多的朋友，当然跟仁甫也有请教，然后还有很多的来宾来，也会跟他们聊。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教育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然后也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部分也还在，还在吸取一些知识跟经验。对，那目前为止的话，应该还算 OK 吧。我除了喂奶没办法亲自来之外，其他我都可以，我可以帮他。我现在每天晚上我帮他洗澡。梦哲算蛮提前部署的，因为他在小孩还没有出世之前，还在肚子里面，他有一天就突然间问我有关于小学的事情，但我拒绝回答他，因为我告诉他还很久，太早了，你现在先管生下来照顾他就好。小学那陈姐说，但我觉得好像很快耶，我说没有，还很久，你不用担心，你先照顾好小孩就好。然后最近有听人家讲说小朋友那个幼稚园好像很难排，我就打算应该是不是得先去排，然后我妈就说你会不会太早啊？现在才三个月，我说不是要早一点排吗？她说那也不用那么早、啊、也太早了，可是时间真的是很快了，真的快。但我看仁甫，我就你看我们以前这样一起，然后突然间哇，他跟妹妹在一起，然后生了乐乐，那时候我还印象都很深刻，因为那当时是除了孙总以外就我知道，就整个公司里面，然后我还有陪他去，我没有上去，但是我还陪他去妇产科下面等他，然后就转眼之间乐乐现在已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跟那时候整个想象，你会觉得说好像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对、啊，他就突然就长大了。这时间真的过很快。那梦哲听说年底要办婚宴。对，其实预计是在年底啊，因为我个人是怕热，所以希望办在一个是比较舒服的天气。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上半年的疫情的关系，其实下半年很多的婚宴场地都时间非常的乱。是不是还有限制人数？好像还是有，现在没有，有啦，只是放宽啦。对，放宽。
就是好像比如说200是不是还多的就不得超过？没有啊，没有，金曲、金钟都有。对啊，我记得现在是没有了，但是因为现在很多场地就是都很时间都很乱，然后大家都在抢，所以也希望可以就是顺利找到我们想要的场地。日期出来了？日期现在就其实现在最主要就是看场地那边，对，但是前置作业都还是有在准备啊，因为毕竟婚礼要准备的东西非常应该来不及了，现在都十月，但我们还是有在准备啊，就是看场地他们那边。伴娘这个人选还在想，会找鞋子跟夏雨吗？我不行的啦，离过婚呢、啊。对啊，当然不行啊，而且伴郎没有年纪，结婚也不行啊，结过婚的也不行啊。对啊，好像也不能比新郎年纪大吧，我记得。没有，年纪可以吗？年纪是可以，对，年纪好像是还好，对。但我真的还在想，因为我这也是我很苦恼。对，所以人服跟那个鞋子、红包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随时都 OK 的、啊。对啊，这是一件多值得祝福的事情。对啊，对啊，当然好事，好事，好事。知道练位数吗？不会。不要快，我还在算呢。不会，六位数是多少？看交情呐、啊，讲钱，看接下来怎么做。讲钱就伤感情了，但是到556到现在也快20年了。就是因为这样讲钱才伤感情啊！回去翻礼金簿，看他包多少。那个鞋子之前录影的时候有受伤，现在状况好多了，那个小意外而已，就是。有时候在试啊，干嘛的？但是因为身上，因为我们就是还别那个接收器，那接收器就飞起来会敲到头，就是在坠落的过程中，它刚好飞起来敲到一下头，空一声，然后那时候我这边是肿了一块这样。对。然后只要嘴巴张大就好痛，但现在已经好了，现在已经好了，对，不严重的，不严重。谢谢你们，谢谢。